还有你结婚没有啊？我不结啊。<笑>下次没有你姐姐，就天生丽质。<笑>反正我这房子反正也够租，不知道叫什么租。可以了吧？自个啥时候那么去？我们先立住。不行嘛，鸡给剁了。行，洗干净了的嘛。洗了嘞，洗了嘞。你去剁吧。我洗了。先不。可以的啦，民事处搞个服务。<笑>民事处搞的吧。这个鸡肥了，我跟你讲。等一下晚上多吃点哦。鸡肉小一点。<笑>没错，要炖小块一点。今天不是那个清灯嘛？清灯，算了，给他吃了。我给你还有他一过年。<笑>来来来来，是。哎呀，开心了。 知道怀孕了，也该补补。可以了，准备炒菜了。阿叔，等一下，你要把那油炸出来先。不动的呀，这个鸡鸭子就这样炒啊，不动啊。也等不动。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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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慢点，慢点。炖是不是？哎，炖。 Hello， 鸡蛋、牛排。
叫什么菜？你们那边叫啥？肉，辣椒里面灌的肉。嗯。嗯。棒了。绝了。肉下嫩尖椒，刚想的。老妹，吃饭啦！来了。哎呀，吃什么好吃的？姐姐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鱿鱼丝。哇，这个好。嗯，妈妈辛苦了。嗯，谢谢谢谢。是，蛮紧致的，而且比老家也好多，好吃吗？好吃了，嗯，好香啊，嗯，好的，嗯，啊，赶快去准备！哇，这么多！我今天是不是得两只鸡？姐姐，你想啊，姐要吃一只的，来，赶快去！对，哇，不急啊，你啊，一只等鸡是吧？嗯，来，我说，哇，嗯嗯，还有腊鱼，腊鱼非常好吃。好，嗯，牛蹄筋儿。软软糯糯，哈喽宝宝们，开饭了。今天吃螺蛳粉，还有鸡腿。来个大鸡腿。